今年非常开心能够走到最后的《我是英雄》的最后的十强，很出乎我自己意料之外的呢，走到了这个总决赛。很开心我能走到《我是英雄》的决赛，非常非常高兴成为今年的十大英雄，这是我在报名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的。很荣幸成为今年《我是英雄》第三季的十大英雄，很荣幸可以参加这一届《我是英雄》的比赛，并且可以进入到了决赛。我从小呢就很喜欢音乐，虽然我没有正式的学过唱歌，但是来参加英雄让我学习到了很多音乐上的知识，还交到了同样热爱音乐的朋友们，对我来说这是一段很美好的经历。想想在半年前我还只是一个毫无目的的一个唱歌爱好者，在今年我就能站在我是英雄总决赛的舞台上，所以我要告诉那些热爱唱歌的战友们，不要害怕你唱得好不好，因为这里就会给你足够的希望。首先感谢新中国联方给了我们这样一个一起灭共的舞台，同时也可以享受音乐，当然非常感恩所有跟随七哥和爆料革命且一直给我支持与鼓励的战友，能给我这样一个很普通的草根一个唱出自己灭共新生的机会。我相信这种机会在墙内我是一辈子也得不到的，所以我非常感恩也非常珍惜。作为台湾人的子弟的话，其实我心中没有什么其他特别的想法，我只希望我这一代的台湾人的话是被中共迫害的最后一代。 I hope our music makes more people realize freedom and equality matter and join us in the journey to take down the CCP. 参加这场比赛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了比赛本身，而是要将灭共的能量传递给更多还没有勇气站出来的人们，让他们一起加入我们来 take down the CCP。在这新春佳节之际，祝大家阖家安康，新年快乐，祝所有的兄弟姐妹们健康平安，家庭幸福。在最后祝各位战友新年快乐，然后早日 take down the CCP。 心灵在此恭贺全世界的战友们年复一年无量寿，月又一月琉璃光，日日夜夜观自在，时时刻刻妙吉祥。新的一年，让我们更有信心的 take down the CCP， take down CCP， 让我们一起 music down the CCP。 欢迎战友们来看我们的决赛，那我们决赛见喽！我们决赛见，决赛见。